像这样登入台北通 APP， 点选熊浩卷意愿登记，勾选好顺序后，就可以抽最高3000元的吃喝玩乐票券，且开放给全台朋友登记至10月6号止，包含住宿券、享购券、艺文券、运动券及市集券，共计5种票券，份数超过100万份，预计10月8号公布抽奖结果。申请加入台北熊好店家，其实跟申请实联制一样的简单，你只要准备好负责人的身份证跟银行账户，填写店家的基本资料，上网这个网站申请，你就可以得到一张 QR code。那当然，这 QR code 的话，你把这张收款的 QR code 贴在你的柜台的地方，民众每消费者他每扫码一次，你就会累积一笔收单的记录。那市府会依据这个收单的记录，把钱汇到你刚刚上传的一个银行账户里面去。我想更重要的是，所有的活动全部不用手续费。它跟电子支付不一样，它是全部免手续费。那为了鼓励熊好店家能够来踊跃的一个收单，市府也特别推出一个这样活动呢，提出一个店家的一个加码方案。那各大类的一个熊好店家，包括刚刚影片课文有看到的，有市集、有住宿、有艺文、有运动、有餐饮、消费、零售等等，每个类型的一个熊好店家，我们会选出各类收券数最高的一个前3名，奖金第一名奖金有15万元，所以也欢迎各位熊好店家踊跃的收单。10月8号才开始嘛，那今天是9月22号嘛，所以我们大概有2个礼拜的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嘛，所以 systemic implementation 系统性的推动，所以这个等一下下去就召集那个全管局处的首长，然后用那个系统性去通知说。其实那个当时议员在问哦，当时还在 debug 阶段呢。今天正式上线，我们下午就会透过公务体系通知所有的，由全管局处通知那个可以来上来登记的场馆上来登记。民众登记完等待中奖，将会在 APP 票夹中看到自己获得的数位票券，到合作店家消费，点开票券 QR code。就可折抵金额。台北熊好卷合作商家锁定在住宿、零售、餐饮、艺文、体育及市集等受创产业，盼借此振兴在地商家经济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